欢迎观看 DJI 入门教学视频。本视频为您介绍 Spark 飞行器螺旋桨的安装。Spark 的螺旋桨和电机上均有带白色标记和无白色标记各两个，不同的标记分别指示不同的旋转方向。带白圈的螺旋桨安装至带有白色标记的电机桨座，将桨帽对准电机桨座嵌入并按压到底，顺时针旋转锁紧。没有白圈的螺旋桨安装至不带白色标记的电机桨座，逆时针旋转锁紧。安装完后，捏住电机，左右旋转螺旋桨帽，检查是否安装到位。若需拆卸螺旋桨，请用力按压桨帽到底，然后沿螺旋桨所示锁紧方向反向旋转螺旋桨。感谢您的观看。